我想做了好久的事，今天搞掉安排上日程。第一波双十一，我把购物车清了一下。从现在到十一号，我不会再买东西，基本上都是一些穿搭啊、美妆啊。蓬松粉这个不算，这不算。发际线缝这个也不算，这个是花园的小精准防晒，我又买了一罐。这玩意防晒是50+，外线全年都没得修的，就不怕晒黑晒老了？它里面用到了那个麦丽素技术。对不起，爸爸，是麦色绿技术。什么是养肤型防晒啊？就是这个敷到很痒。我和我妈两个人肤质不一样，都适合。你平时找一个好一点的洗面奶洗掉它就行了，也不用专门卸妆。上妆推开，是这种水润轻薄的乳液质地，秋冬上妆也不怕搓泥卡粉。法国 Vogue， 怎么搓？原来这玩意我感觉到水润的来，有种属于秋冬的清爽。男生。